主料，海鱼干300克，青椒3个，辅料，油，生抽，生醋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海鱼干提前用温水浸泡，洗净切块，青椒切好，姜、蒜切好备用。锅烧热，放油炒香姜蒜，放入海鱼干翻炒，加入适量开水盖锅盖转小火，水快收干时加入青椒翻炒至青椒熟，加入少量生抽和陈醋炒匀，出锅前撒上芝麻即可。烹饪技巧，海鱼干本身是咸的，需用温水泡洗几遍，做菜时不用放盐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